我感觉那我靠，君子也闲事是吧？好，来直接有点小尴尬哦。小尴尬哦。好了，先用魔导女孩啦。对啊，先叫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哇靠！现在还有人在用粉碎。直接特招，哎，干，没按到效果，白痴啊，没按到效果啊，太白痴了啦，按太快了啦。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太智障了。好，先这样。太白痴啦！哦，这一次绝对不能失误。哎，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妈的，又想干嘛？又想干嘛？吃屎啊！等他大概起来。王者看破，哇塞！哎，不是哎，血统。哎，他这样子应该会错过，应该会错过发动，对吗？不会玩。好，没有按错了，直接跳，对嘛？好，那就跳出来。这个是从手牌跳嘛？好，这样，没事没事没事 ，peace。好，减半吧你。哎，打我打我，砰！炸爆你全家！先丢巧克力好了。好，炸爆他全家。哦，好，没事没事 ，peace peace。吓死我了啦！真是太低能了，第一局竟然会按错，超白痴。好了，守护。守护者力装上去，整个变得超硬。哎，完了，完了！等一下也没地方跳。对啊，这一张等一下会被打爆，完了，我死定了。哦，算了。对，因为我没有位置跳啊，所以不应该转手的，不应该转正的。管他的啊，全攻。打爆他！
我舍弃，死，我很硬，对，我就是硬，我就硬。魔导女孩的大逆袭，哦，哎，这场也蛮好笑的，应该也要上传上去才对，因为没按到也是蛮白痴的。好嘞，这场打我们杰克。哎干，这个 BGM 是不是杰克的？哎，会不会把他放到 BGM， 他变超强啊？骑手还算 OK 啊，但是没有其他魔刀女孩，有点无言。是红共鸣者，不会吧？别闹哦！我靠！干，这 BGM 是不是要关掉啊？什么状况啊？第一回合直接就叫暗红恶魔龙，你敢骂嘞？我的灵魂！想当年我传暗红恶魔龙这个。也是用杰克，是不是没什么人要看？但这也太卡了吧！没有后台，然后也没有魔导女孩，卡成这样，把它弹回去吧。对啊，没有其他的可以对付他，就先弹回去再说吧。哎，我觉得我一定是 BGM 放错了，不然怎么可能那么夸张啊？弹回去，同步呼叫，哇操！太扯了吧，无效我，哇塞！太混了，果然，到底是这太扯了！我靠，这根本杰克本人啊！哇，同步呼叫是这样用的哦。哎，我那时候没有特别用同步呼叫，哎，因为他一定要场上有暗红恶魔龙的时候，也没有哎，我怕墓地狱的死该怪兽无效。然后同步召唤一只龙族的那个，还是我觉得现在到现在还是觉得有点扯哇、哦！这个很难打，因为它会释放。我等一下如果没有抽到后台，可能就输了。如果有九一协调，应该可以赢。但是如果没有九一协调，就是被他吊打，或者来一下那个魔导女孩也可以，让他攻击力减半。我靠！太扯了！我第一次遇到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真的是，我第一次在天地啊，直接粉丝，第一次在天地看到有人叫出那这张实心的、欸，平常根本打到现在没有遇过哎、欸。好了，盖起来了。啊，我是不是盖错只了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盖左边那只比较好哎、欸，因为左边那只防御只有2000。来一张解翼协调，干，太扯了，全部都是怪，这什么虽小啊，这太虽小了吧？一，这是很衰哎、欸，真的很衰哎、欸，都是怪。20张卡来，我看算算看有几张怪，1、2、3、4、4，起手全部都怪，只有一张加拿大，搞我嘛？好啦，输了啦！这个必须得上传给各位看，这个太帅了！遇到杰克本人，刚好他的背景音乐，我在放的背景音乐又是杰克的，太扯了！因为我在玩游戏王的时候，我有时候背景音乐我会调那个背景音乐，干，真是毛超扯，没遇过这么帅的。